了好了，你不可以用头发啦。好吧，大皮鞋。刘轩，你不可以哦，认真。Just need a little time alone. Need to pack away my
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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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妈妈先许愿。等一下，妈妈先许愿。妈妈第一个愿望是宣，在全家人都可以身体健康、平平安安。然后第二个愿望就是大家都可以心想事成。好了，我们要三组，一二三，好。Listen to my